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翔样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CPN 的二代。那看到我们这么多台车集结，应该会想到我们应该不是车聚就是跑山了哈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这两个来综合一起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跑日本地图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今天总共加我有九个人，然后这次主办组是这个金色车子的这个人。他的昵称是茶哈，然后他车我们先特别给他特写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这台车做得蛮帅的，有很多商标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准备开始了哈。哎，多又一个人进来了是吗？是不是多一个人？为什么刚突然有一台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？不是，他是突然跳到我面前。哎，不行了，我一开始车子就有问题了。我会无限的那个，他们后面有整台车撞在一起，然后我刚刚是直接整个甩尾，然后那个车子就反一边了。我也一样出现这个问题。就跟你说，二代好难改哦。为什么他们有些还可以跑这么顺？我觉得二代改因为那个参数差别很大。是吗？要跟二代的这个速度一样。我快变成最后一名了。为什么我是无尽的倒退啊？等一下，我真的搞不懂。等一下，他们会跑过场。我觉得会哦，我觉得你要等我，然后我车在超长，所以等一下，等一下先去修车一下，就房子那边呢、啊。我觉得我车子好像只适合慢慢开耶，我现在已经变成最后一个了。我刚整个车子打出状况，现在又来了。我车也是刚换轮胎的，但你不是第一个吗？不是，啊你在甩开后面的，我才是最后一个，我比较惨吧。不行啊，为什么我的车怪怪的？他们是超、欸、他们没事，他们好像超过了、欸，他们每个都超过了，你可以召集他们回来了。超过了，全部超过，你可以叫他们来那个我这边的，因为我到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发图是都没在看就对了，但我车身超丑的、欸，反正你看不到对不对？你看不到对不对？居然有这种功能，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变好小、哦。不要再叫我了，就跟你说主办不是我，这么爱叫我是怎样？我非常的爱碎碎念，这种事能理解。他们就很烦，每次爱叫我，明就你的活动还要叫我干嘛？真奇怪。哎，我人好像也在动耶，可是我不会拍了，因为他那个。我觉得我们人要站后退一点，不然我觉得有点难拍。你让他们人往后移吧。我在拍特写。好。无人机的卡住。没有，我是想要整个那个啊，我这样可以啦，只是人看不到正脸而已。我就是有一边会拍得到啊，有一边拍不到，所以我觉得我突然要移到侧边，好好读书什么东西、啊，看不懂英文。你跑到前面来了？为什么？哎，我到底要怎么拍？我真的不会拍，我这边角度有点难拍。好了，我拍好了。好了，给你拍就好了。我拍好了。反正我应该会用第二个当缩图啦。然后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修车，我去跑修车那边就剪掉好了，我就直接跳到这个画面这样子，偷吃补一下。等一下去那个，现在去那个转角那边，就最多人车距的那个点集合。我要好好的开车，才不会一直撞车。哦，我真的没有想要超过他们了，因为超过他们我会直接打撞车。我现在慢慢的开，我也是，给我撞到那个旁边的杆子，我一直撞杆子啊，真的是。没有，我没撞车，撞车都不。我在也是慢慢的开。会吗？可是我刚刚我用无人机，我那个什么无人机的时候，我车是没坏，我车实际上有坏，但是我用无人机照没有坏，这为什么？
这样吗？我看是这样啊，真的没坏啊。可是我后面照了，因为我刚才角度不好看。我到了，怎么那么快？我要在哪个位置到呢？就一样吧，这个位置。那个不是斜的吗？对吧、啊？你就让他们停车可就好。我不懂他到底做一个假的加油站要干嘛？我真的觉得二代的那个人很奇怪。不行了，我打滑了。为什么 A 8 6比我想象难开？可是我昨天开屏就没什么问题。你要在前排吗？嗨，我挤进来了，他们竟然留一个格子没停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他们这站要好好停，因为我要当缩图。哎，没有啦，我车变凹了啦。我怎么动不了、啊、我车结果一样是凹的，所以是我刚想象太多。可我刚看，我刚在上一个真的是我车没凹啊，可是我实际上真的有凹啊。哎，为什么我车要乱动了？你要打 P 档跟拉手刹？有啊，我刚有拉，我刚有打 P 档啊。这个的话，各位就上。哎、欸，你叫他们上车好不好？不然那个不好看。你拍了吗？因为我觉得我拍的普通。哎、欸，不要拍。好了，我拍了两张了。下一个点是那个 Seven Eleven 超级金额。我觉得这样有点。要出发吗？还是你还没拍啊？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我的三个任务都完成了。那要走了、哦。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但我要先车。你看那个上面一走那个道路。没关系，我好好移出去。我记得是这样没错吧？对啊，没错。等一下啊，结果我一开始就撞车。我看，那你要开我的吗？啊，不然你要开我的、哦。我的车。你要去欸？欸，我车。我车很慢，我靠。我已经拉手刹了。欸？啊啊。我上不了你的车。为什么？还是你神过，你安全过。好了，你上来。上不去，上不去。有吗？上不去。哎，你不是上去了？我没有，我在我的车。你在你的车？对了，我在后方啦，等等。那不然我一样开我的吧。谁？他在一个那个圆环那边，然后底下往下走。看到？你看一下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先让我，应该是吧？就只有一个 seven 而已啊。有两个 seven， 但是就是那个圆环那边往下走，你应该就会马上看到一个 seven 的。
就是也有停车场的那一个，对，就这，对，他们到了，没错，就这边啊，你看他们要停停车场还怎么样？反正我是先停停车的。好啊，那就停停这个啊。哦，我要撞电的，真的是，我真的不能太现实这种开车，不然，或是我之后不能乱改车，不然我车只会被我弄坏，我只能用原厂的车。为什么？你让他们不要烧胎吧，不然那个很难拍哦。我这样有点难拍耶。不会吧？拍一个，你就拍一个广角的那种角度啊。这角度好像可以哦。对啊，我就说可以啊。你先让我停好车嘛。就是在等后面那台车好。其中一台是我的。人要不要去便利商店里面？不用吧。如果有一个在里面，看起来蛮真实。好啊好啊，那你跟他们讲下车。我想说，假如没人的话就不用啊，有人的话那就全部一起进去吧。逛便利商店的哦，平常就逛够了。快点，你们去，我不能去，我这个视角是固定死的，我动了很难再找。他有那个宝矿力水的，我没有业配哦，还有那个，我看到百事可乐。我还要看到可尔必斯，然后还有一堆酒类。宝矿力水的那个最明显，然后酒啊、果汁啊，这是盗版的 Seven Eleven。对，人在里面感觉比较好好好啊，很好。所以这是21。为什么人在别人车里？不知道。哦，我还是在店内。看得到。可是我觉得它你角度要瞧好，才不会拍到电线杆，因为我觉得电线杆不好看。有人跑出来呢。没有，后面电线杆我就让它路径几根而已。没有，我是说你车子旁边那一根不要路径到。没有。对啊，我只是说那一根，后面那几根可以啊，后面那几根一定会拍到啊。我只是说你旁边那一根不要拍到，不然不好看。还蛮好玩的，逛 Seven Eleven。为什么他有一个，他有个柜子是在旁边的，好奇怪啊！好啦，我们去最后一个点，也是我们的终点。我们这样就1小时嘞，还好啦，还好没有那个。你照片记得传给我，我要弄缩图。你拍完了对不对？我要下一个点，我忘了，我看一下。好了，我带路，真的是。就那个妹子，就那个只有。对啊，走，那走了哦。不是啊，这边也可以走啊，前面这边也可以走啊。那我走我爱走的路。哇，怎么有人可以开到已经灯亮了？啊？就是引擎故障的引擎灯。他有做引擎灯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故障的那一个，要修车。对啊，那我也是顺便去修车好了。哇！我是那个三宝堵塞小通。哇，你们慢慢开，我慢慢修车。这里有修车吗？有啊，后面那边呢。
这边是真的加油站，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加油跟修车的。塞爆了，塞爆了哦！啊，我按道路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了？没关系啊，再从那边上来就好。反正都可以上来。想说他们不跟着我吗？我觉得日本地图这边做的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他可以日本跟美国两个国家做结合，然后看还会不会结合更多不一样的。啊，撞车！哦，还有啥？撞！没关系，我拍照就交给你拍了。我今天开撞车，我已经放弃拍照了。没在意。那电线杆是插在里面的。我今天要开 S 弯，这是三连续三四个 S 弯路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日本的山路那种柏油路，感觉台湾的有一些路还好？有人说很好走。对啊，他们其实日本的弄得很厉害啦，说真的。其实还不错。啊，我开错路了，笑死。能上来就好。我要打个弯，我开错边了。我不愧是有些那些新的知道路。你说谁？那台银色 K9 还可以吗？你说威啊，还是？不是威，是另外那时候另外一台。哦，我知道。就回那个新手车那一台，没错，我真的只会叫他新手车，我真的忘记那一台车跟那个他的名字是。应该吧，反正就换挡那一台没。没错。结果我以为我开 S 弯比较快，结果并没有。结果我发现今天根本记录不到大家一起跑的过程，因为那不是跑太快，就是我跑太慢，不是你们跑太快，或我跑太快，就是我跑太慢。我开车好了。啊，反正就是去那个神社那边呗。我那个塔哎、欸，哦对、啊，那个塔没错，我说错，那个塔没错啊，那个塔。那、啊、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有时候进不去别人的车哎、欸。为什么你们都跑那么快？可我刚确定，我很多时候都是没锁，还要尬山路，要这么有空。等一下我就不尬了，我等一下那个还要把那个昨天没拍的片拍完。我真的有时候放弃骑车。我倒车去你那边哦。你来停旁边，这台停车旁边，前面这边缺的。这边吧。对。就知道，我想说，我刚看到为什么这边空洞那么大，你应该会叫我停止。果然，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了解你了。可这还是绿色吧？还是这还是金色？这还是有点像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这形容真的是很好笑。对啊，那个一定会弄到，因为他那个树也做得太低了。照理来说，这种树，照理来说树应该不会弄得这么低吧？紫色不知道是什么树，可是那个樱花是蛮美的啦。这好像是什么？喂，谁？这样。要怎么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不要紧张。
这样子呢，还是要再后退一点。这样子呢？你要往左转边。哇，你看到了。这样子。我想要好像。啊，这样子。左转直径。因为我觉得我刚太靠边了。完成啦，我拍好了。好啦，那我做个结尾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这个日本地图的跑山家车剧就先到这边，也感谢 这六位的好友一起这个陪伴跑山啊，然后车剧啊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